俄罗斯世界杯赛程过半，中超新一阶段的开锣也将在十几天后。但从目前来看，这个转会下窗除了少数几支球队外，其他球队的外援变动都不是很大。而恒大引进前巴西国脚塔利斯卡，可以算得上是至今为止这个下窗最大牌的引援了。其实，这个下窗跟中超传出绯闻的多名大牌球星，最终都未能成型。这其中包括前比利时国脚那英格兰和费莱尼，当然还有一些外援正在前往中超的路上。乌克兰超级联赛顿涅茨克矿工队的巴西球星伯纳德这个夏天即将跟球队合同到期，曾入选巴西国家队的他自然少不了欧洲各大球队的追逐，其中就包括英超西汉姆联队，现任球队主帅佩公有意邀请巴西人加盟。有意思的是，在执教华夏幸福队时，佩公就曾有意引进伯纳德，可见佩公很喜欢这名中场球星。这不，刚担任西汉姆联队主帅，他就把伯纳德列为重点引援对象。然而，让铁锤帮球迷失望的是，在跟中超的竞争中，他们可能再次落败。意大利名记 Alfred Bottadella 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声称，这位25岁的年轻人拒绝了西汉姆的转会，现在正考虑转会到中国超级联赛。据悉，25岁的伯纳德即将在未来几天恢复自由身，目前他的下家还没有最终定下来。伯纳德已经拒绝了西汉姆联队的邀请，他本人更希望听取来自中国的建议。这篇报道被英媒转述后，前巴西国脚的这个选择让有些西汉姆联队球迷倍感不爽，他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进行吐槽，甚至有人为此批评伯纳德缺乏雄心壮志。有球迷说道，有些巴西球员就是没有雄心，比如胡尔克，他只需给他出大价钱的俱乐部，我们需要一些雄心勃勃的年轻球员来加盟，而不是那些只顾工资最大化的雇佣军。据悉，伯纳德拒绝了乌克兰冠军顿涅茨克矿工队的续约请求。